好，现在走上红毯的就是《如果蜗牛有爱情》当中的许许王子文，欢迎子文。今年子文的两部大作《欢乐颂》和《如果蜗牛有爱情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在平台点击量都高居前列呀。来，这边我们站在这边，先让我们的摄影师拍张照。今天子文也是非常的美哈。子文转个身好不好？今天这衣服也是暗藏了玄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左边，左边有很多媒体朋友。挥挥手是吗？要不要转个身让他看一下美背？转一圈吗？你们要求好多，你们。回头转一圈，哇！好好好，我们先放子文回去穿衣服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来，谢谢子文，这边请。来，晚上，对，我们可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度过非常愉快的一个夜晚。谢谢子文，赶紧回去穿衣服，不要感冒了哈。接下来要踏上我们红毯的是阳光帅气的超人气偶像黄子韬。欢迎涛涛。今年不管是唱歌、综艺、影视，他都有精彩的表现啊。欢迎涛涛，来，我们请涛涛在中间。在。涛涛可以再过来一点，谢谢。OK。好，在我们 logo 这边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从中间黄头发的摄影师开始看起哈，一直死盯着他。好，左边挥挥手。好，右边有很多粉丝朋友，跟他们挥挥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。哇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涛涛的人气非常的旺。咱们马上要过年了，涛涛有什么新的愿望吗？马上要过年有什么新的愿望？我暂时还没想有什么愿望。对，希望明年就踏踏实实把每一步走好了。对，好的，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可以请到涛涛，然后今天有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对不对，带给大家。好，我们请涛涛场内请，这边请，欢迎你的光临，谢谢。